老板，老板，给我来100块钱的大鱿鱼。不会不会，那是咱们家粉丝吗？我当然是你家粉丝了。那是咱们家粉丝，你怎么不早说？我给你介绍一下，上咱们家来买大鱿鱼就对了。这一包是2条，你2条、4条、6条、8条、10条。反正你给我这个作品点爱心，哥哥们，你我有缘，我再给你送上2条。这满满一大箱啊，总共12条，还给你包到家呢。